Multiple regression 指的是跟简单回归不一样的，简单回归是只有一个自变数叫简单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 指的是你有多个，你有大于两个以上的自变数，这叫多重回归。多重回归这下问题比较难一些了，你有两个以上的自变数，你怎么算？你用手怎么算？不太能够用手算。你用什么算？这下用什么算？用电脑算。啊，所以多重回归就是你的 P 啊大于一，多重回归 multiple regression P 大于一。啊，那其他都一样。其他的话呢，你一样的 ，E Y 会等于贝塔零、贝塔一 X 一、贝塔二 X 二。beta p x p， OK， 然后 epsilon 呢一样具备四个基本假设：期望值为零，变异数固定，互相独立。然后固定，先把这个这个都先讲了，这个在后面有一节会专门会讲这个，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适用所有的回归状况，一定是假设呢，你的残余项是零星的，是剩下的那些铜板啊，它不应该剩下纸钞，不应该你一千块又花下去，不应该剩下几百块，你有还剩下几百块，代表你没有好好运用你的金钱，代表你花钱的模式是错的，有问题，懂懂意思吗？正确的情况下应该是只剩下大概几块钱铜板，所以。残余项分析就铜板分析啊，它应该具备这四个要件，那其他都一样。我们电脑呢，它可以变成一个矩阵，用矩阵呢去做运算，然后帮你算出它的每一个系数的估测量 ，V0、V1、V2、V3 一直到 VP 啊等等。所以这个它一样是用的是 least square method。一样是用685页最底下那边有一个 least square error 啊，这个方法去帮你做运算。我们现在看一个例子好了，看这个例子的话，大家会比较有一些概念。大家看一下686页，这边讲有一家货运公司，像大龙货运，像新竹货运一样，啊，那每一部车子每天呢，每一部车一出去，上面载满了货。那那货呢，要挨家挨户送到人家家里头去，那送到人家家里头去，然后呢，车子要停下来，然后后门打开，然后把某一个人的这个货物把它拿下来，对不对？然后去按他的门铃，啊，如果大楼的话，要按一下，哎，这个人不在，交给管理员是吧？我这个人还在睡觉，等他下来，东西交给他签了字以后，车子再开走，所以。每一趟路啊都这样跑，每一次送到一户人家去呢，就是这样做。结果你一趟路一出去，到底花多少时间呢？是吧？花多少时间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回归模型回来？所以你看哈，就15之1这个表里头，它的最左边那一行呢叫 driving assignment， 就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编组呢。第一趟任务、第二趟任务到第十趟任务，每一趟任务上头有两件事，一个是呢，你到底走了多少 mile， 啊，多少里。那么右手边那个就是你这一趟路出去到回来，你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啊，这个花了多少时间跟你走多少路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哦，雅泉，没关系哦，有没有关系？花一趟路。走多远跟你这趟路花多少时间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对不对？是什么关系啊？把它回归一下就可以找出来，这样知道吗？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我把呢这十趟路在687页上面，水平轴叫做你走多远，纵轴叫你花多少时间。所以你花了多少时间，事实上就是你的 Y。 你想了解为什么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呢？这套路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你怎么花那么多时间呢？到底跑哪去了？啊，
对吧 ？Y 就是花多少时间，水平轴现在只问一个自变数，只用一个自变数去解释它，就是你走多远，走多远有没有百分之百完完全全解释你走多久，有没有？可以完全解释吗？有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先看一下这十个点啊，在687页上面这十个点画一条回归过去，好像隐隐约约看出来好像还可以，你看这十个点是这个样子啊，那你可以画一条回归线穿越啊。那如果只用走多远来解释走多久，跑出来的结果大家看一下688页15-3那个报表，发觉它 R-square 只有 66.4% 而已，然后也没有什么 outlier， 也没有什么这种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然后你得到 66.4%， 你满意吗？在这个回归里头，你用单一自变数解释你为什么这一趟路会花那么久的时间或花那么少的时间，只用单一自变数就是距离来评估你这一趟路走了多远。可是如果只用距离来表现出它的时间，来解释它的时间的长短的话，只解释了 66%， 满不满意？不满意。所以管理单位还进一步在追查，他发觉我们现在可能还有一个自变数没有考虑，他抓了一个新的自变数 X2 叫 Number of Deliveries， 送货次数，这一趟路你一共载了多少的货品，每一次你把货交给人家要不要停下来，停下来就按一下门铃，要不要等那个人下来，要不要给那人签，那个人不高兴，你今天怎么来那么晚，跟你大吵一架，甚至还被揍，是吧？就处理好那件事情，有一个小时已经过了，你懂吗？如果只碰了一个还可以，如果一天出去一趟路出去碰了四五个这种疯子，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花了好多个额外的时间？这一趟路出去有很多的时间，原来不是花在旅途上头，是花在跟人家吵架事情上，通通都算你这一趟路的花时间啊，对不对？所以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发觉呢，一趟路出去时间长短不完全只是由距离来决定，还跟哪件事有关系？跟你停了多少站，你停的站数有关系，因为每一站都要花一些时间处理的，对吧？啊，那这个他就把每一趟路出去又额外多记录了一件事，每一趟路出去你一共停了多少站呢、啊、本来是指每一趟路出去你一共走多远呢、啊？啊，然后记录你走了多久，现在又再多加一个记录的一个面向，就是你这趟路应该停多少站。所以你看第一趟路停多少站呢、啊、停四站，对不对？第二趟路停多少站？停三站啊。所以一样这十趟，只是把原来这十趟里头所忽略的你这一趟路每一趟路停多少站的次数，只是多记录一下这个而已，没有多做别的事。然后你现在把这个站的站数啊也把它加入到你的模型里头去，结果呢你的自变数是不是多一个啊？多一个以后呢，你跑出来的回归模型啊变成什么？变成689页最上面15-4那个报表 R-square 陡然跃升到了 90.4%， 把它从66增加了 90.4%， 你非常 happy，你发觉你找到了，你发觉不是只有距离，还应该再加上你停多少站，这两个变数一起才能够解释你的走了多少的时间，花多少时间。可是对不起，也只有 90.4% 而已。不过 90.4% 你满不满意？满意了，考90分可以了，考60分不好，对吧？66分不够，90.4分可以了，啊？那你觉得除了这两个变数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可以考虑的？下回你可以计算一下，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应该考虑？这趟路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还有哪些因素？交通状况有没有可能？
啊，还有那个时间点，时间点如果正好是上下班时间的话，交通拥挤，是不是？好 ，OK， 所以这节你看就这么简单明了，告诉你，你看看你要解释一趟路花多少时间，除了距离之外，停的站数，可能还有别的变数你可以加进去，但是这边只讨论两个变数，你就可以得到 90.4% 就 OK 了。啊，事实上可能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考虑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5章 coeffici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决定系数，可以用叫 R square。我们都知道是 SST 分之 SSR，SST 是 y 减 y hat 分之 sum y hat 取代了 yi 的结果，解释它，但解释的多少，这个当做 R square。在我们刚刚那个题目来讲的话呢。你可以去算 SSR 等于多少 SSR 多少 21.6 对不对，那 MSR 呢 10.8 啊，所以一样的 SSE 啊 MSE 是多少啊 0.328， 所以一样的，我们可以透过同样的，像15:8那个式子，帮我们算出你的 SSR 出来。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概念呢，叫做 adjusted R square， 调整后的 R square。所以我们课本呢，给它一个这样的符号。啊，所以你在看报表的时候，经常看到个 R square adjusted。好，所以加斯上回跟你们讲的时候说呢，我们15章会来谈，现在我们就进这个正式来谈它。为什么要有一个调整后的一个 R square 的值？如果你纯粹只是用呢这个 SSR 继续 SST 的话，你得到一个 R square 值 good enough OK， 但是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自变数如果只放一个的话啊，我如果只放一个，我这个一个如果放得很好，可以解释的程度很高的话，我 R square 值可以很高，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啊，有一些人啊，他只要冲高那个量，不在乎那个品质没有关系，我可以放10个自变量下去，我甚至可以放到20个自变量，即使这自变量的品质没有那么好，不是真的能够解释到你的 Y。我放多了，我放10个，放20个，我一样可以冲到 R square 值，可以冲到很高，甚至比你呢90%还来得高，这叫人海战术，这以量取胜，懂吗？这是可以证明的，就是自变数越多的话，一般而言 ，R square 值会跟着上升，记一下。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弊病。所以使得人们呢，为了要给老板有所交代，那老板统计学没有学那么好，啊，结果呢，他只看什么？这个 R square 多少？99，哇，太好了啊！结果你后面放了30个自变数啊，模型太复杂了。可是 R square 很高啊，老板 ，R square 很高啊，我知道啊，因为你统计学还不错，你如果当老板了，你知道 R square 那么高。不一定是好，因为你的自变数放很多啊，让你 R square 值会很高啊，这是必然的。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只看 R square 的情况下的话呢，就纯粹帮你自变数多放几个，人家放2个，你放5个啊，那你自变数你的 R square 值都比人家高啊。那你学过统计学，你学好了，对不对？你以后就不会只是看 R square 值高低，是。为什么自变数多的话，为什么 R square 值会增加，对不对？啊，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 V 零加 V 一等于 X 一 ，V 二 X 二，一直下来到 V P 等于 X P， 这个不是 Y hat 吗？减掉 Y bar，
啊。Y 报是什么呢？Y 报我们前不是说吗 ？Y 报会等于 B 零加 B 一乘以 X 八，对不对？以前是不是这样说过？单一次变数的时候。现在你如果是你有好几个的话，你可能就必须要 B 一万，还要好多个。我看一下 X 八，这先不要管。啊，你剪一个 Y 八，先不管别的，就先剪 Y 八。本来是不是只有这两个？这一个自变数不是只有两个而已吗？现在多加一个，加三个，加四个。剪的东西是一样啊。哎，剪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一样的东西？不会因为你自变数越多，你的 Y 就会变吗？你的 Y 是什么 ？Y 是 travel time， 花了多少时间？一样是 9.5 个小时啊。你的自变数本来是只有一个啊，现在你的 Y 一样是 9.5 个小时啊。你变成 X1、X2、X3， 你放了三个自变数，看到没？你一样解的是同样这个东西啊。你放一个的时候，你放一个的时候你也减它，放两个的时候你也减它，放三个的时候你也减它。你当然放的越多越好啊！你放越多越好的话，你这个值不就越大了吗？看到没？不过再怎么大都不会比它底下的分母还来的大。但总之我可以冲高啊，我就不断的灌水，只要把它冲高就行了。冲高以后，我 R 数就变很大了，看到没？我 R 数变大的话，老板很高兴啊。所以说才有必要去把 R 数的值做一点调整，那调整的地方一定是跟你的 P 的值一定有相关，也就是说你的 P 如果越高的话代表越怎么样？ P 是什么意思？ P 是自变数的个数，对不对？自变数的个数如果越多的话代表什么？代表你越有灌水的可能。所以我们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变数的个数要放进来。那它调整用哪个式子来调整呢？各位看一下15是9 ,696 那个式子。所以1减 R adjusted。这个式子你把它展开会变成什么？对，1减掉 R square adjusted 会等于1减R square 乘上 n 分之一 n 减一除以 n 减 p 减一，所以，各位同学，课本是写这个式子，15是9这个式子，事实上是等于左边这个式子，就等于上面这个比例的式子，所以式子来看，你看分子呢是 n 减一。分母是 n 减 p 又在减一，显然这个一定大于一，啊，因为这个量比较大，这个量比较小，那这大于一的话，所以这个量会比较大，这个量比较小，所以显然 r square 加起一定会比 r square 还来的小，看到没？这会比较小，这比较大，也就是说，adjust r square 是 trim 以后把一些 fat。把一些没必要的肥肉把它稍微剔除一下以后，所剩下的值，那才是比较货真价实的。所以它的值，它已经把它给精化了，炼化以后的这个 R square 的值，一定比原来的 R square 值还来的小。那一减掉比较小的值，所以这个分子一定比较大，比分母还大。所以这个值一定大于一，啊。那你如果记课本那个式子是这个式子，这个式子是从这边推过来的。那你记上面这个式子可能会比较好记，所以你看，同样的那个，你用0.904下去15之9这个式子去计算，你会发觉一减掉0.904，再乘上10-2-1分之10-1的话，那从一再扣掉，你会从0.904调降到0.88，所以 adjust r square 的值一定会比没有 adjust 以前的 r square 值一定要来的小。不会再0.904了，那变成
爸爸。那去理解他，在理解他来讲的话，你可以说我扣掉 adjust R square 的值，所扣掉的东西呢，会比呢没有 adjust 以前扣掉的东西还来得多。所以换句话 ，adjust R square 的东西是比较精的，练过以后的东西，杂质去掉，去掉一些杂质以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剩下的东西比较少，已减掉它的东西比较多。不能够再只是看，纯然看 SSR。你如果纯然只看 SSR 的话呢，我这地方容易因为 B 零、B 一、B 二这个项目很多，会使得这个量啊会变大。这个量变大的话呢，它会使得所占的分母的比例会增加。那我为了要避免这样的弊端，我就发觉有这样的关系式存在。那这个关系式存在，发觉说你的 P 越放大的话，你看了 P 越多，对不对？这个分子是不是变什么？是变小，是不是变小？分子变小，整个哎，这个 N 减一不变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比值是不是增加，变很多？变很多的原来是因为什么？除了原来 R square 之外啊，有一个量呢，它也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不要再看原来这个 R square 的值了，我看 adjusted R square 的值，因为这个 adjusted R square 的值有把 P 放在这里头考量，把 P 放进去，把 P 放进去，你 P 如果增加的话，这个值越大，越大乘上一个同样的东西，整个这个值会被扣掉的东西会变小。那这个计算的方法纯然是把 P 放到这里头来考量，也就是说你 P 不要放太小，不要放太多。 P 放多固然 R square 会增加，可是 P 放多的话，这个值呢，整个值会变大，它也会抵消掉你 R square 的那个量，会让你 R square 的值啊不会那么漂亮。这个纯然就是呢去调整，意思是说其实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你 P 如果等于1的时候， P 也很小的时候，假设 P 也很小的时候， P 如果是等于1很少的，这个比值不会太小，这个比值不会太小，你就不会抵消掉 R square 太多。 P 如果放的越多，你自己想想看，这个值会怎么样？这值是不是变大？变大去乘上一减 R square 的值，整个这个值是不是变比较大？减掉比较大的东西，这个值是不是变小？那为什么说会变小呢？原来是因为你 P 增加了东西。哎，注意哦，其他都没有变哦 ，R square N 都没有变哦，纯粹就是你 N P 增加。你看整个这个式子哪个东西变了？R square 没变啊， R square 是原来的 R square 了，就是你的 P 多少会产生不同样的 P 的 R square 的值，它让你自动去抵消掉你的 R square 的值。那意思就是说，把你不应该放那么多的自变数，那个由于自变数增加所产生的灌水效应，把它给抵消掉。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式子，我产生一个新的 R square。这个现在 R square 的计算方式是这样算的，是因为人们发现有这样的比例关系，所以这个新的 R square 呢是这样得来的。这里头有把 P 也就是自变数的个数把它放进去，所以它会限制人们，你不要放太多自变数，你放太多自变数所冲出来的 R square 不是真正的 R square。 什么才是比较货真价实？ Adjusted R square。Adjusted R square 这个值是怎么算的呢？透过这个式子算的话，显然你可以看出来，它是把 P 的效应把它放进去的。P 效应放进去，你就不会显示出那么多的灌水效应出来，灌水效应把它过滤掉。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继续看了15-4的，这个就是我先前讲的，你的 model 呢，因为你先前已经做了四个基本假设。Epsilon 一样是常态分布，第二个期望值一样是零，第三个变异数都是固定的，第四个所有的 Epsilon 都互相独立的，对不对？跟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这边就不再多说了啊。
然后因为你回归模型是适应所有的一切的，所以不会因为你自变数的增加了会影响到你模型的原来的假设啊。所以那四个基本假设大家记得就好了。我们现在看 F test 啊，所以 F test 要 test 什么东西呢？注意一下，同学 test 一下，你看它这边的 test 是 overall model 的 test， 注意哦，它的 test 是 test 这个东西，贝塔一、贝塔二、贝塔三，一直等到贝塔 p， 通通等于零，整个模型 crash， 整个模型通通都无效，所有的自变数通通不应该在模型里头。所有的贝塔同时等于零，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自变数都不应该存在，是这个意思，整个模型都垮掉啊。虽然这个检验呢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事实上很多的模型呢是什么，是其中某一些自变数不应该放在这里头，知道吧？那有一些自变数还是应该保留的，可是你看它这个假设是假设所有的自变数都不应该放在模型里头，你看到没有，贝塔一、贝塔二、贝塔三，一直到贝塔 p， 每个自变数都应该等于零，每个自变数都不应该放在模型里头。它是假设这个样子，看到没有？这个假设要怎么检定它？你拿一个 f，MSR 除以它的自由度。各位同学 ，MSR 的自由度等于多少？就我们先前简单回归的时候 ，MSR 自由度多少？还记得吗？是不是一？现在你不是只有一个自变数，所以你的自变数，你的自由度多少 ？p， 啊 ，p， OK， 除以什么？除以 MSE， 这都应该是 MSR 除以 p 的 ，MSR 都已经除过了，叫做什么？叫 SSR 除以 p， 啊。SS1 除以它的自由度多少个？本来说我们只有一个自变数的时候自由度是 n 减2，现在你是 p 个，所以它自由度是 n 减 p 减1。那你想想看，这里头其实你看 yi hat 减掉 y bar， 各位同学看这个东西啊 sum up 起来，这个东西是 b0 加 b1 乘以 x1 加到 b p 乘以 xp， 啊，同学，你看这里头有几个系数啊？是不是 p 加一个系数？对不对 ？p 加一减掉 y bar 减一，所以为什么你这个是 SSR？ 为什么你 SSR 的自由度是 p 个？为什么是 p 个？是因为这样看来，是这样看来。SS1 呢是这个样子，那的 y hat 是 b0 加 b1 这边一样是 p 加一个，这边有 n 个 y， 是不是 n 个 y， n 减掉 p 加一，是不是 n 减 p 减一，所以 SS1 的自由度是 n 减 p 减一，是这样看的，对吧？所以你的 F 啊，这个 F 这个检定统计数啊，是 SSR 除以它的自由度 P， 再除以 MSE， 也就是 SSE 除以它的自由度啊，所以就形成了15¹¹ 的那个式子，原来是 MSR 除以 MSE， 它的自由度是 P， 还有呢 N 减 P 减一啊，这个看15¹¹。还有15¹¹这两条式子啊 ，MSR 跟 MSE 可以看得出来。那就这个题目而言，我先看这个卡车一出去，卡车回来，你拿两个自变数 miles deliveries， 两个自变数放下去解释的 R square 值 90.4%， adjusted R square 值只有 87.6%， 刚刚算是 88%， 那是45路得到的结果。现在我们把呢 ANOVA table 里头的值呢去除除看，你看看 MSR 得到多少，在这个 table 里头15¹¹这个 table 里头 MSR 是多少，10.8%。 那 MSE 是多少，现在 MSE 多少，
零点三二八嘛，那你一除除出来 F 值是多少？32.88嘛，那32.88就可以开始去看你，你不用查表，你看右手边的 P value 就知道了。P value 小还大，小代表什么？以后人家说 P value 越小，你不要马上说拒绝啊，你要更深一点的答案给他。P value 越小，代表支持 H 零的程度的那个力道越小，对不对 ？P value 小，它一定代表说你这个你的观察值啊。越向外边靠，越向外边靠就越不支持中央嘛。H 零的所在地就是中央嘛，对不对？所以你 P value 越小，代表怎么样？反叛性越高啊，你懂意思吗？代表支持中央的力道越小，所以 P value 代表支持中央的那个力道。那现在 P value 很小，代表不支持中央嘛，不支持 H 零。中央在哪里？你看，中央在这边嘛，你 H0 说贝塔等于多少？贝塔一等于贝塔二等于什么东西？那你得的值，你看，在这边，这个就是你 P value 嘛。P value 越小，代表你这个临界点一定越往外边靠，代表跟中央之间的差距越大了。所以 P value 代表什么？支持中央的程度，是不是？那它很小，当然代表它支持中央程度很小，所以 P value 要这样理解它，支持 H 零的程度是这个意思。P value 就是支持 supporting in support of 这个 H 零 null hypothesis 的程度就是 P value。那 P value 很小，代表呢不支持 H 零嘛，对吧？所以就可以把 H 零拒绝，这样理解它。还会更加觉得统计学有意思啊，不是只是这么背一些东西，你就觉得哎，原来假设简历是这样来看，可以这样理解它。好，那看看报表，它帮我们跑出来的结果，大家看一下。ANOVA table 就是不写了，702页最上面15-3那个表啊。那么再还有一个概念叫做 T test，T 检定 ，T 检定呢是模型去做检定 ，T test 是针对个别的贝塔 i， 个别的自变数一一加以检定。先前我们讲过的 T 检定，既然是如此的话，你就找 V i 去除以 S V i， OK， V i 是第 i 个自变数前面的系数除以 S V i， 就是除以这个系数的这个 standard error 的标准差啊，所以它的标准差啊，那这个东西呢，这个就除以它得到一个 T value， 这个 T value 你看大不大？那你看就可以了解了，就可以查表，或者说直接的去看它右手边的那个 P value。同学，你看一看701页15-6那个报表，15-6这个报表你看看。你有两个自变数，一个是 miles， 一个是 deliveries。第一个自变数 miles 的 t 是 6.18， 你看它 6.18， 你要不要去查表？如果查表可以，你要去查哪？查那个自由度有几个？现在这个同学，你看这个这里头自由度是几？这个 t 的自由度是多少个？由 s 决定啊。s 是几个自由度啊？N 减 P 减一，对不对？因为 MSE 取代它，所以 N 减 P 减一 ，N 减二减一，所以是 N 减三。现在 N 是多少？10减3，所以自由度是七个。T 的检定的时候，你查表的时候是七个自由度的 T 啊。那么第二个的时候 ，deliveries 也是一样啊，你一样是用 MSE 去取代它，一样自由度是 N 减 P 减一，也是10减3是七。但是你查表也可以，但是你如果是最简单方式，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这本书啊，或者现在学统计学都非常强调 P 值。你去看 P 值，你发现两个的 T 值的右手边那个 P value 都非常小，看到没？都是小数点后面两位、三位都等于零的，所以代表呢 P value 非常小，支持 H 零程度非常小，也就是拒绝 H 零力度非常高的。啊，所以你可以解释 P value 是支持 H 零的
的力道也可以解释成为推翻 H 0的力道，啊，不支持 H 0的力道。现在不支持的 H 0力道是非常大的，所以事实上 Beta 1等于零可以被拒绝 ，Beta 2等于零，这个 H 零也可以被拒绝，两个 T 检定都可以这样得到，啊，那所以你看底下呢，它那个 SB 1 SB 2啊，都可以帮我们得到啊这个结果 T value。T value 你看 T102 最底下那两个行 T6.18 是怎么来的，还有 T4.18 是怎么来的，通通都是它的值去除以它的左手边coefficient 去除以它的 standard error of coefficient， 看到没 ？coefficient 除以 standard error of coefficient， 好比说像 miles 那个是 0.061135 去除以 0.009888， 得到结果是 6.18， 是这样来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算出那 t value 出来，那去做一些检定啊，你决定要不要拒绝或接受。